右手边，你看这么多这个石头块啊，这都是当今的海底啊。你看那个岩石都一层一层像蛋糕一样，啊，千层糕，也就是一个石器还是啥？那中间的细线就是一个海底时期的化石啊，假使有壳有骨类的这些生物啊。各位，等一下很快的，我们在前面 Window March 呢会停下来，让大家上洗手间啊。那差不多一个钟，我们3:00开车，那再过10分钟就可以到洗，到一个前面的一个很小很可爱的船头啊，上下洗手间。上洗手间以后呢，我们将车会进去到 Aurora。那他说的都被密封箱，看到没有？
啊，他们在那边随时会放羊香。各位哈，在纽西兰南岛来讲的话呢，哈，在这些农场没有开辟的时候呢，有些从海里冒出来以后呢，慢慢有植物以后呢，这边成长的一种树叫 tea tree。好，这边的 tea tree 呢，啊，跟澳洲的 tea tree 品种略有点不同。啊，这边的 tea tree 来讲的话呢，啊，很木质很坚硬，但不高，有的比我高一点点，它比较不成材。当然来开牧场的时候，全部把它铲掉了、挖掉了，当什么？当冬天的柴火在烧。各位，他们都不知道，啊，在那时候烧的都是今天的黄金了。后来在大概十多年前的时候，啊，这种花来讲，这种树会开花，开的都是一小朵一小朵的白花，中间的花蕾是红色的。好，这种花蕾是红色的。南岛这种树到现在很多地方还有很密集，尤其在山坡，各位有时候看右边的山坡峡谷里面没有去开拓的地方来讲，都还有这种树。好，澳洲来讲把它提炼成茶树精油，在英国的 Body Shop 里面什么是青春豆干，有听过没有？啊，那种茶。但纽西兰这种树来不会提炼成茶树精油啊。那纽西兰这个以前都是砍掉以后呢，当了柴火在烧，因为那个木质很坚硬，一般的松树烧十分钟。光它这个 tea tree 的木头可以烧30分钟，非常坚硬但不粗啊。但是现在时候人要是刀砍掉啊，离成那个农场都不知道他们烧掉日后的黄金啊。好，等到这个最近他们十多年前呢，哇，他们纽西兰是世界最大的啊蜂蜜外销国，因为太纯净了哈。所以各位啊，你们哈回这个去头在超级市场，各位大家是这样说，哎呀，我买什么蜂蜜比较好？各位。只要打折便宜你就买，因为纽西兰都是100%的蜂蜜，半公斤装的大概8块到12块之间啊，都在超级市场里面有。最后天，除了机场旁边有超级市场，像家乐福那种啊，你不要说它什么厂牌，各位对我们没有意义，只要100%就好。因为今年台湾好像蜂蜜是减产，但是台湾的蜂蜜好像都是以糖养蜜，啊，那不是该真的哈、啊。哎，对，那这边的蜂蜜很多啊，但是有种蜂蜜来讲的话，在以前比较没有人吃的，我坦白讲的话。啊，叫马都卡哈尼，这个蜂蜜来讲是有点褐色的。现在来讲，在纽西兰叫液态黄金呐、啊，液态黄金呐、啊，因为它这个放久了以后，以前没有人吃，就把它丢那边。各位，真正的蜂蜜是不会坏的哦，真正蜂蜜是不用放冰箱的哦，真正蜂蜜来讲它不会沉淀的哦，真正蜂蜜来讲它只会变色，变色以后它开始慢慢成长一些。好，这个真正的马都卡蜂蜜，它的马都卡蜂蜜因子，它会这个花开的话，它会产生一种特别的马都卡因子，啊，这种对伤口的复合愈效果特别强，但是现在不列为药用啊。但它现在所产的蜂蜜来讲很贵哈、啊，大家到网上看啊，各位啊，网上追的它就现在好的哈、啊。但是在讲这个蜂蜜来讲，在南岛的树，我现在把它当保护区，你知道吗？为什么呢？它一公斤原生态的马都卡蜂蜜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。啊，然后再去所谓的 max 其他的蜂蜜哈、啊，这个现蜂蜜是叫液态黄金哈、啊，啊，这个液态叫做马努考蜂蜜，马努考是花的名字，树的名字是那个花，真的它叫 tea tree， 啊，这以前人烧掉的木材都不知道日后这么值钱哈、啊，哎，这大家，像各位右手边的峡谷那个树呢，很多都是这种 tea tree， 不高，啊，现在来讲一个开花期的，在里面啊，那个比较高高长，像半腰高或头部高的。这种不成材的树都是叫提萃开的花啊，所以这个没有离尘，这没有机会在凹凹凸凸峡谷中啊，没有把它铲掉的啊，它都存活下来。在南岛以前整片都是这种树啊，但现在很多地方啊，没有替人又辟成那个农场，也都是整片都这种树啊。我刚移民来说，那个树都是他们都去砍下来啊，砍下来去烧了、啊。
来，然后